马达线改接 UVW， 然后线出来之后，出来一样也是接，这边也是 UCW 嘛。拍的话，现在连这边一起拍照，这个不是有符号，这样拍的话一起拍照它比较好看，不然的话那边是真的，很奇怪。好，这边我发现它录影有点没有对焦，然后，变频器出来的线是 MMM， 会接到马达。